念藏在心肝底。啊，关心当作底残花，浪子啊又苦难言，不敢长期陪坐，故乡亲人也难陪。人生伤太过，是味路口空徘徊，心中委屈有够多，过头巷尾万家灯火，浪子心自心受悔，一通电话听见阿母亲切的音话，回头路空徘徊，心中委屈有够多，过头巷尾。林安娜，你竟然来鬼鬼祟祟咪在遐听阮讲话，你实在袂见笑。哎呦，地秋莲，你又搁冤枉好人啊啦！我是看恁大个讲话讲到安尼啊认真，啊完全都无发现有人从楼顶行落来。若是我甲恁交叉着，安尼我毋是搁爱互恁骂啊？林安娜，你是落来创啥？有代志紧讲，无代志请你死登去楼顶。米卡姐，卡强伫咧找你。林安娜，请你称呼阿姆黄太太。也毋过我较早有听过伊叫即间厝个大母拢叫玉英姐个。所以我们才尊称一声碧花姐。对，好啊，嘉义，我已经平台跟伊计较了。我先去楼顶见卡姐。碧花姐，走路较细腻的呢，千万唔通参像结婚那天同款，又搁爬在楼梯顶哦。林安娜。你认为查某人巴肚会当生囝，就会当食四方哦？阿姨是一个留下加拿大回来高级知识分子，你到尾啊，嘛是爱靠你家己的巴肚、家己的身体来讨饭吃。你袂感觉讲你安尼足凄惨的？你爱怎样呢？你有诶，别个查某嘛有。而且诱拐查某人这招是上简单的，所以你唔通掠准讲你的好日子会当维持偌久。我敢甲你保证，真紧，你着去阮爸爸拍入冷宫。人咧讲，路遥知马力，你究竟人心？就算讲你即摆也得到阿妈的信任，啊，不过总有一天，等阿妈甲你看破的时阵，嘛是你用扫出门的时阵。哼，讲到扫出门，都我想到，当我是黄家东东的三夫人，我啥来伫厝内底忍受恁这外人，忍受恁这小查某的气啊？恁，拢把我死出去！嘛是我即马将恁赶出的时间已经到啊，真歹势！董董、黄家大小姐伫遮，因拢是我的朋友。你若是看无顺眼，麻烦你偏啊忙下家己走，唔通等到我无得忍受你，去摕扫帚甲你呼出去。大小姐，我认为吼，我即马已经无法度通忍受啊，我来摕扫帚。当然。明仔载是我大喜的日子，我无想要让恁破坏我的好心情，嘛无想要让恁加啰嗦。哎、欸，小查某，好歹你有卖走啦你，真笑。卡姐，啊，你叫我起来，都是为着要叫我提车陪你看佛祖啊。碧华。我知你用阿的心情甲情绪拢真歹平静，所以我喺你踮在遮陪我看佛祖，一方面是爱讲将你心情、精神、注意力放伫这珠顶，会当好好甲看、好好悟，较袂让你家己踮在房间诶，乌白想愈想愈烦。
另外一方面是爱你讲将这本书的道理你甲悟出来，什么叫做慈悲，什么叫做宽恕。我总算能了解卡强对我的苦心啦。卡强，你放心啦，我已经若一遍提醒我家己，做人都要提起放下来，讲会到做会到。既然已经点头答应，就莫阁怨叹了。美华，咱大家是无做二三十年啊，我嘛相信讲你一定有一款办法。卡强，哪里都用唔着啊！我相信这个世间上绝对无任何一个查某会当接受甲别个查某讲嫁红婿这个白糖，除非是这个做某的根本就无爱家己的红婿。也不过，我真是足爱平村的。想到下暗以后，平村都毋是干那属于我家己一个，我着。就莫阁艰苦，哦！我嘛知影，因为我这边处理安那代志，何志忠甲志涵对我非常的不满，迄两爷妹啊，阁当我的面，骂我老翻天。卡强，阿人伫讲童言无忌啊，希望卡强莫甲因的话放伫心肝顶。袂啦。我当然嘛是袂甲我迄两个金孙计较，是看你平常时啊，遐尼啊听志亮甲志涵，你阁因为我的代志暗唬我，当我下面拍志亮甲志涵，我都知影讲，我这个媳妇对我的心已经有够啊。卡姐，你莫安尼讲。你是我的时代，就好亲像是我家己的妈妈同款。孝这个字，对咱黄家来讲是真重要的。因若是对我不好，我阁会当原谅；，但阁因若是对你不好，我就一定爱教死。搁再讲，教育家己的囝儿，本来就是做妈妈应该有的责任嘛。比华，天下的父母，大家哪能亲像你安尼哦？对等、尊重、友好、时代，对下教育家己的时势，这尼啊高教育，安那安尼哦，即摆社会歹人都加足少啊啦。其实我只不过是尽我做妈妈的责任，嘛无啥啦。卡姐，明仔咱出来就要办喜事啊。啊！你嘛袂当为着要陪我，为着要安慰我，都无爱去休困。你放心啦，我会坚强去接受，甲面对这个事实的。啊！无我即摆扶你来房间休困，好不好？杨威呀！秋莲这查某囡实在有够乖啦，伊安尼烦恼美化吼，心情会无好。啊，人伊甲家己前站都踮咧遮陪美化，你知？阿妈，秋莲个性就是安尼啊，伊对朋友哦拢真热心。哦、阿妈，恭喜哦！哎呦，对啊，啊今仔日恁都去办喜事啦，卡奖啊，阮真正吼爱来甲你恭喜一下呢，也不卡奖啊。我看这全台湾吼，可能找无第二个时段吼，会当甲你黄桂阿妈比啊！哦，迄三不五时吼，出来就咧办喜事，而且阁是拢咧娶新妇啦，实在是有够趣味的啦吼！玉英啊，虽然讲你甲平春已经离婚，也阁肯叫我上卡奖，我嘛真欢喜啦。啊，我老公老吼，我嘛知讲你是伫甲我考试。阿妈，你千万唔通误会啦。我妈妈真正是甲你滚生笑尔啦。是讲恁母仔囝囝来哈，
我相信冰村应该无请恁才对啊。阿妈，因为今仔个女主角林安娜是我的好朋友啦，伊拄对国外转来，伫台北无啥物好朋友，所以我告妈妈今仔日是专工来替安娜改道劳力的啦。对啦，啊加一挂人哦，这场面才袂啊冷冷清清，才袂伤过歹看啦。阿姨，你敢会当兼讲两句啊？自你入门到即马，敢那阁无听到你讲半句好听话呢？你这可唔正气啊，还是叫我阿姨啊？我阿舅是讲你为了迄只电粉鸟离家出走了后，从此就六亲不认啊嘞。什么叫做电粉鸟啊？你是讲秋莲啊？中尉啊，你真是为了要甲秋莲交往的代志，不甲离家出走？阿妈，您出现来。阿姐，恭喜恭喜你哦！好啦，吃坐吃坐啦。啊，恁两个哪一只？田敏，虽然讲我跟我妈妈已经离开黄家，但不过阿妈一直无将阮母仔囝当作是外人咧看待，伊对阮嘛是还阁真疼惜，甚至伫甲阮提醒讲哦，以后有闲一定爱定定转来看伊。啊，今仔日对阿妈来讲嘛是一个大好的日子，所以阮母仔囝来甲伊祝福，你敢有需要大惊小怪啊？大惊小怪是无啦，啊，不过有淡薄插吧，加减下，我警告恁哦，等者唔通乱，啊，若无，卖怪我对恁无客气。林应清啊，我听讲你无紧张，伤袂真感冒啦，也唔过你敢有需要讲吼，因为讨厌我药方，都甲脾气拢发在我身上啊。夫人，真是的，请问者哦，是安怎你会讨厌我妈妈？敢讲我妈妈有倒位得失你心？想要知影原因，回去问恁妈妈，卖问我啦。好啊啦，无欢喜代志，卖搁再提起啦。家姐，本来我这个入门都应该甲你讲声恭喜，也毋过我生活内到即马，也无多认同平村的做法。我唔定坦白甲你讲，本来我甲天敏今日无想要过来，也无燕青讲阮若是无过来。好亲像真无予你面子，所以阮一家伙啊才会过来。要唔卡只，真实的恭喜两字，我真正无多讲出嘴，请你原谅。知啦，知啦。莫怪啦，迄边仔囝一入门吼，拢去一个西面啦。你点点好不好？阿妈，你嘛莫怪阮爸爸跟我的生气啦。阿姐若是原心不改，一直伫外面风流。然后外口狐狸精只要大巴肚，你就答应甲因带入门，安尼家以后会变作什么款的家庭？袂啦袂啦，我会叫平村哦，讲以后绝对免踮外口搁再乌白来啦。哎呀，阿姨，那西装打扮这么久，到这卖袂得来啦。平村，我水无？安娜。你今日穿得足水的哦，多谢。我即马先过去看碧华准备好未？是你啊，卖生气。妈对，我先拢爱生气。你敢准备好啊？好啊啦！爸，我请问你，你敢有顾虑到妈妈今仔日的心情？你竟然到今仔才肯入来看伊，而且不是关心伊、安慰伊，敢若是问伊一句你准备好啊未？你敢有良心？志涵，莫安尼，阿伯。其实志涵也有这款情绪上的反应，你嘛袂用怪伊。你有才调娶两个某，你都爱有才调，把两边拢安搭好。你敢知影？拄只志涵甲阿母，伊也过来哭。啊！我
我即马总算了解哦，什么叫做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这是什么款的情形？秋莲，嘉义，我是来提醒美华，时间差不多会用落去啊。我唔是来这听你两个甲我考试。吴明春，请你莫怪伊，伊无予你好面手看，这是真正常的。你若是无想要听到考试的话，那就请你出去。美华，安尼先请你落去客厅。我陪你落去。四星都高啊，那我快点落来啦。阿妈，我起来看麦。温妮，免啦，因落来。大伯来啊！老玉英、袁志良，阮好亲像无邀请恁，恁是来要创啥？黄志涵，阮是以你的三妈林安娜好朋友的名义来甲伊祝福一下，安尼敢袂用？你敢有需要一见面就对阮这尼啊歹声扫？我无什么三妈啦，今晚无要紧啦，较等下哦，都有啊。阿姐，大兄、大嫂、甜蜜、美华，我实在唔知影吼，应该要甲你讲啥才好啦。简单啦，啊，就讲一声恭喜嘛。人美华吼，总算是等到这一天啊呢。这唔那是新金吼，起来做冰村的大母啦，而且冰村马上都要带这伊入门啊呢。哎，对啦，美华，我看以后你甲安娜吼，大家都会当搭翠果，啊，你都袂无聊啊。哎，咱较早吼是姊妹啊啦，啊，我嘛做过冰村的大母三十年啦，这方面吼，我比较较有经验啦。哎，对啦。你敢也会记得讲哦，当年你入门的时阵啊，哎、欸、对，就是哎，这无唔对的款，你就是跪在这搞敬茶啊，啊结果哦，欠我收你差不多有十分钟哦，啊欠我马家咧目屎流目屎滴啦，人咧讲哦，这风水哦是轮流转的啦，你即马身份无同款安尼，拢甲你做大母啊哦，较等迄安娜哦，若是落来甲你敬茶的时阵哦，你吼都要结一个大母的牌子，好甲收你一个，我看这十分钟可能无够。上少吼，嘛要来一个半点钟嘞，安尼吼，伊才会知惊啊！你唔知我怎啊，我后悔呢。迄当年吼，就是无安尼好好甲你修理一下，甲彻底啦。最后吼，你唔知爬起来我头壳顶。大爷，啊你是讲啥未？差不多啦。啊，伊来啊啦！各位贵宾啊，应该先伊来啊。要嫁入阮家做细姨，做细姨就爱照做细姨的规矩来。林安娜，这是大母的裤，即马麻烦你这个细姨对大母的裤底两过去。是安那，我安尼做啊。这代表你入门以后，你的身份地位永远袂当超过阮妈妈。我袂安尼做，根本就是你侮辱我。卡长，那阮古早的传统，是有做细姨啊，爱两过大母的裤底，有这个风俗。啊！今日大母
到这个要求嘛无过分，麻烦你这做细姨的，你即摆就乖乖照做。林安娜，你若是唔肯呢，那你今仔入门仪式就到这为止。安娜，你就稍微委屈一下。我就是我。林安娜，你到时要我替你宣布，今仔入门仪式取消。阿美华专心要修理你，你想我莫跟伊过去啊？代表讲哦，已经服从大伯的驾驶哦。安尼啦，啊无咱这皇帝仪式会当开始啊啦，卡正会当开始啊啦哈。安尼，请就位。阿孙啊，我来就好。今麦说伊吼，甲大家敬茶。大家哦，请驾驶啦。卡长，请饮茶。安娜，我希望讲，你入黄家大门了后，都要好好守规矩，爱守妇道，爱听驾驶，知无？是。大兄甲大嫂敬茶啦，嘛请大兄大嫂吼，爱给驾驶者。大兄，请饮茶。大嫂，请饮茶。人家，你个驾驶留来。莲啊。今日你选择做人的细姨，这就代表无身份、无地位、无合法，兼予人看不起。今日你甘愿认命，我嘛无话通讲。希望从此以后，你会当好好友好卡将，风台冰村、美华，这个红世甲大姊，知无？我知。林春甲美华，换你闹。细姨甲翁婿，还佫有大伯敬茶，
嘛请红婿甲大宝驾驶。明春，请您坐。李华姐，请您坐。你听美华安怎解释就好。是，请美华姐解释。林安娜，我手头这杯茶，我是真无想要啉。我相信在场所有的人，应该拢会当体会我即马心肝内的感受。我未啉这杯茶之前，我想要最后一遍问你：你即马有心？我愿意让你踮伫黄家待产，但囡仔生下来以后，幸福阮黄家，你甲我的翁婿，从今以后田无沟，水无流。啊，若是你想要什么条件，不要紧，做你开出来。伫遮尔侪人的面头前，我敢大声讲，我一定会尽量做好你。美华姐，你敢搁会记得？你进前嘛要开过一亿，也毋过我并无接受啊。所以，我今日嘛敢伫遐尔啊侪人的面头前大声讲，我是袂接受任何的条件。你的意思是？你今日甘愿做细姨，原因是你是真心真意爱冰村，对无？无唔对，你并不是孝顺阮黄家的财产，对无？无唔对，将来黄冰村的财产，若是一工银拢袂分予恁母仔囝，你嘛袂有半句怨叹，袂有半句废话，对无？无唔对，好，真好。今日在场每一个人，拢应该清清楚楚听到咱讲的每一句话。我最后问你，你拄则回答的每一个答案，有倒一项是你想要反悔的，有无？无。真好。嘉怡，切割书摕过来。什么切割书？我嘛不知影。这份切割书的内容总共有两项。第一项是针对拄只林安娜小姐所讲的，伊毋是孝顺阮家的财产，也毋过惊嘴讲无效，所以我要求伊签下这份切割书，同意放弃争取任何属于阮家财产的权利。第二项是针对黄冰春先生所写的，以后你的日子，单日是属于大宝的，双日则是属于细姨的。你同款爱伫咧切割书签字，然后严格遵守。两位安怎？伊看，甲树叶无甲遮歹看。歹势。我比较较相信白纸黑字，我认为无这个必要。娘啊，是不是有这个必要？不是你讲那尊上，你唔通袂记哩。今仔做大宝的人是洪美华，不是你。伊的教示你爱听，伊的规矩你爱遵守。你无立场，加讲任何废话。娘啊，你完签这份切割书，是不是你心虚？拄则你所答应美华每一句话，根本就是好耍的嘛，唔写你的真心话，对不？大嫂，别做，你点点，看恁大宝安怎处理代志都。唔免看我啦，今仔日是美华做主啊。会当这样无规矩啦，人哦，伊即马是大某呢，你哪会当安尼共人啦？美华，
啊，我老友英哦，食到这个岁数吼，今仔日算是大开眼界呢。看到一个咧心宽手软的大某吼，竟然有法度甲一个细人欺负到这么忝着啦。元姐啊，我还佫伫咧处理代志，请你点点好不好？林安娜，安怎？要签还是不签？一句话就好。林安娜，你若是心内无鬼，就紧签签嘞，莫阁浪费大家时间。好，我签。姐，李花枝，我的这杯茶，你是不是会喝吗？会用的。重新敬茶。李华姐，请饮茶。叫较大声的，我无听到。李华姐，请饮茶。安怎？叫咱唔敢关心，唔是，阁叫一遍。美华子，请饮茶。医生哦，算是完成了啦，哈！我嘛无想到讲今仔场面会变甲安尼啊！你千万唔通误会，讲我有甲因串通好。你若是无含明刚这来设计我，那恁些人美华拄则伫咧糟蹋我时，你无听我。安娜，你想较开个好无？美华伊是大某，安尼甲你创治一下，大家都当作是讲耍笑，笑笑就过去啊嘛，吼。你感觉真好笑是？安娜，我无这个意思。今仔日是咱两个人大喜的日子，我无想要看到任何无爽快的场面啦。你着较委屈一点啊，予美华认为讲伊已经压过你，嘛予伊认为讲伊家己已经出一口气啊。安尼后摆恁两个人着用相安无事啊。对啦，伊有影是甲我食狗狗，甲我压落底啊。拄则搁叫我签什么切割书，放弃所有的权利，安尼就敢会伤过过分？若是讲到切割书这个部分，讲实在啦，美华伊所提起的条件嘛是真合理，因为是你家己先讲你什么系拢无爱滴的嘛。无唔对，我是什么拢无爱，也唔过伊事先准备好，挖一个坑给我跳。伊根本就是想要伫咧正人的面头前，给我歹看，故意伫咧欺负我的。
你无斗相共我阻挡伊，那你等于是当作来欺负我的嘛？安娜，都因为在大家面头前，所以我唔才袂用偏袒你。啊，若无，恐惊咱卡匠还阁有大兄大嫂，伊一定会跳出来替美华讲话。安尼你唔是颠倒歹看，所以我无替你讲话，颠倒徛在你这边。安尼你有了解无？我了解的是你的大兄阁有大嫂，根本就是对我有偏见，根本就是翁美华的拍手。好佳哉，好佳哉，卡匠算讲还是真疼我。要若无我伫恁五家，下面讲是完全拢无人支持我。安娜，你着先较忍耐，等过一段时间，大家袂阁排斥你，就用好好斗阵啊。我是哪爱忍耐啊？因只不过是人较济尔，我是咧惊啥？我都唔相信，我打袂过迄个翁美华。安娜，你千万唔通想讲要甲美华打，拄则你嘛有见识着，美华伊绝对唔是遐尔啊好欺负的啦。过去迄个刘玉英嘛是甲翁美华食死死啊，我就唔相信，我会比刘玉英佫较无才调。过去是因为刘玉英大某，美华。伊真心要让伊的啦，也毋过即马情势无共款啦。即马美华是大某，伊无可能会让你啊。所以我要苦劝你，一定要改变态度。啊，若无到最后，你一定会伤痕累累。家家是两败俱伤尔，唯独我什么拢无爱，所以我什么拢袂惊。油头革命啊！感觉拄仔迄出戏搬了无好哦。玉英啊，我是知影讲哦，冰春佫带细姨，你心肝有淡薄仔感慨啦。遐毋过嘛免踮咧拍拉凉，袂输敢若咧看笑话咧。哎呦，卡匠啊，人我讲的吼，拢是老实话呢。你也毋是看卖？当时吼，阿美华要入门的时阵吼，我靠用这么侪步数啊来刁难你，对吗？也不过我看今仔日这个办事吼，这阿美华迄个林安娜，绝对老家恁一家伙安尼家庆不灵啦，甚至讲吼，一家庆升天咯。哈哈哈！再讲一句啦，花田恁五家以后老来的频道吼，绝对是超过我较早咧做大伯的时阵。哎呦，我也唔知讲美华会甲创治安娜创治家呢，还是讲哦，这无爽快代志，咱就别搁讲啊啦。哦，七龙啊，那是你女朋友是吧？是啦，伊叫伊旺，伊旺，叫阿妈就好。阿妈你好，你好你好，七龙啊，你这女朋友袂歹呢，安尼生做官呢哦，安尼，吼吼，安尼福相啊福相啊，温顺啊温顺哦，啊笑头笑面哦，七龙，确实袂歹。叫做什么名？叫做伊旺啦，英文名啦。啊，你若是叫袂出，我紧啦，叫一只棒。啊？一只棒？阿妈，你莫听我妈大话，别乱讲。可是伊旺一生六。哦，刘小姐，你好，你好。哇，看你安尼哦，甲阮志良安手牵条条，你俩看真真哦。志良啊，啊，搁有这呢啊感情好女朋友，以前阿妈讲叫你带转我阿妈看，啊，你哪能无带转？阿妈，过去我交迄个已经嫁人啊，啊，而且我伫咧交往的时阵嘛，毋是真认真，所以我就无带转阿妈你看啊。哦，安尼哦，伊哪哩讲起来，即马交钱都做认真了。是啦。其实我今日带伊往来啊，主要是要请阿妈看阮的八字有合无。若是有合，阮就准备要结婚啊。哦，嗯，啊，你当时要结婚，你哪拢无甲我讲啊？啊，因为最近哦，你有哪真无闲，甲男朋友咧啉咖啡，所以毋才无机会甲你讲。阿妈，敢会麻烦你替阮算看卖？会啦会啦，我替你算，替你算。拄只吼，老公安尼，卡上吼真忝，咱卖搅菜。林刚哦，再搁讲啦。无啦。无啦，无要紧，无要紧，我袂忝，袂忝。你哦，写写，我来给你算。是讲，刘小姐，
这英文名哦是无法度算，啊，你中文名呢？阿妈，我敢会当用写的。哎呀，写的搁较好。来来来，你写写，啊，你吼名写嘞，啊，三十几岁才给我写，我给你送吼。你叫陆小芬哦，这名来才怂呐。好了好了，啊，恁在边坐，我先给恁算吼，我先给恁算。就是阿妈，叫英啊，你吼嘛坐边啊，点点啦，迄个嘴吼，稍啊休困几分钟啊，我呢嘛才算较会准，吼。大兄、大嫂，多谢恁一家伙啊，拄才这么听话。没有啊，免客气啦，你过去嘛是真听阮啊。是啦，我甲冰春嘛认为讲，冰春哦，那是自头到尾，干了你一个某，不管是对伊家己，或者是对卡匠，整个冤家拢是上好的。是啦，阮家的人嘛是同款，拢真讨厌破坏别人感情的第三者。我嘛真讨厌破坏别人感情的第三者，所以我拢随时真注意家己的行为，真惊家己变作别人的第三者。志涵，啊，你的意思是讲，有一挂人，伊嘴讲的是一套，做的阁是另外一套。嘛唔对啊，因为有人明明知影人已经变作一对啊，阁硬要做夹心饼干，而且比林安娜阁较超过是，迄、那个查甫根本都无介意呢。你讲，这是不是自作多情，阁真好笑？哎呦，安尼听起来哦，实在是真好笑的呢。嘉义啊，啊你刚试着，唔是冇这款的情形。嘉义啊，敢是真的？无这款代志啦，啊而且我嘛无听试着提起啊。哦，志涵、秋莲，有一款代志，家己阿母无清楚进前，就卖乌白乱评论啊。人讲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常常有一挂是非八卦，拢是因为一挂人完全拢无根据的胡白乱讲话所引起的。好啊啦，卖去滚生笑啊！啊，阮这有岁人哦，嘛无想要听恁这少年的代志啊。对啦，厝内边即卖已经完全无代志啊吼。是啦，天敏，啊你若是有代志，做你去无用不要紧啊。无啦。我是想讲，始终家己伫咧病院真孤单，我想要去看伊。啊，对，志涵，安尼咱甲家己做伙来。啥物做伙来去？应该是家己心气才对啊，因为阮哥哥想要看到的人，毋是我，毋是你，嘛应该毋是天明才对啊。啊，无即摆恁两个是？天明啊，先甲我等下保证，我有代志要交代你。啊，毋过天明啊，听恁爸爸的话。丽华，那无阮先来走，你替我甲卡匠讲声了。嗯，好。嗯。志涵，以后伫你大伯面头前，不准安尼无大无细。我也无针对大伯讲什么啊。规日就是不准乱讲话，就对啊啦。嘉义，啊，无恁稍等我一下，我去楼顶把切克笋放好，再跟恁斗阵去病院。咱即嘛吼，讲这重点，这子女宫啦吼。卡姐，那姐，等你迄二十八千三十六宫吼。我干那知影一个夜多啊，自强啦，其他拢听甲咧乌沙沙，强要困去啊！你安尼啦，迄个部分咱咧跳过人过，讲重点就好啊啦。吼，我即摆讲拢重点呢，啊你还佫听无清楚哦？安尼好，我佫按头啊讲去。卡强啊！谁人的梦？若有心，不怕失望。
思也梦，也是你的人。心爱的，爱你，心袂变卦。你是我今生上美的梦。寒风中，你思也梦，也是你的人。